吃饱了吗？没关系，不饿。先吃点东西好了啦。可是这样会来不及去游乐园。没关系啊，那我先帮买点东西吃，等我一下哦。这样不会热吗？不会，还好。小玉，我好害怕，我不敢坐。这有什么好可怕的？我保护你。那有什么问题？你飞出去啊，我一定把你抓回来。抓得动吗？既安全又好玩，像刚刚那个哦，如果把你吓出心脏病怎么办？真的耶，小玉，你真的好贴心哦！不跟你出来，做什么都很好玩哎。好吧，那我们走喽。好，准备 ，Go！ 哎，太棒了，好可怕啊！小玉，救我！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。小玉，你真的好像白马王子，好帅。我压车喽！压车好！一二三，加！好可怕啊，小玉，你刚压车超帅的！真的好！一二三，加！那他有没有跟你提过，为什么都要叫阿全大哥啊？我不知道了。
小芒，等一下啦，很烫啊！哎呦！啊！苦香糖，谁啦？啊，没有公德心的啊！中年的，哎呦！啊、对了、啊，我刚刚才想到。那六个家伙有没有在班上提过他们家的事情？我不知道，你一直问他们六个，去跟他们约会啊！啊，他们不想说就算了。哎，小马，哎，这边给你。啊，谢谢小玉。我去玩吧。好啊，我们去玩那个。很恐怖哎。哎，为什么你是那个口味？我不要，我跟你换。你刚刚没说你要吃什么，我就随便帮你买了。我要跟你换。不要，你要吃过来跟我换。我要吃那个。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来，动画。哎、欸，你真霸道哎、欸！我赢了。好啦，好啦。不要紧吧，小朋友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冰淇淋哥哥等下买给你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这个可爱的姐姐，她不是故意的，不要生气，原谅她好不好？不要担心。彤彤，干嘛？彤彤，彤彤。好玉，今天很开心啊。还不错啊。有气球可以拿哎。你好，辛苦你有那么热，还要穿那么厚。拜拜。好可爱啊，你看。嗯。你还真细心哎。没办法啊，他们那么辛苦。我这一点应该比小薰好一点吧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提到他的，对不起嘛。因为在你心里，我跟你的地位不一样。我讨厌没有自信的人，也讨厌不认识我就高估我的人。我问你，你了解我吗？你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